小朋友们你好，再跟张老师见面，老师要做一个视频。上一次张老师已经给你们这个，可是我们还没有说，你们看，这个一张纸有1到100，你们有没有学过怎么样数1到100？看，1到100。来，今天老师想要给你们，说一说1到100，然后等一下在家里你们要自己练，因为你们一个人有得到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来，现在我们开始，从一开始，你们要看，你们要好好听，这个是一，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呀，1到10要说的对，所以你们说20，就是11、12、13，20、21、22、23，那个也是对的。明白吗？张老师，现在开始1到20，好吗？你们要好好听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会了吗？你们等一下可以自己试试看呀，要练习。现在老师继续，21，来看张老师的嘴巴，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。30，你们说十的时候，10 不是十这样子不对呀，要十，你们的石头，这个石头要上去这样子，上去一点点，所以会，说的时候就是十。这个石头要放在上面呀。如果四不一样呀，四和十不一样，四就是 four，十就是 ten，明白吗？好，现在老师继续到这里来看，31、32。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。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你们看，我们到50了，50。要继续吗？从50看这里，51、52。53、
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，看，六十。现在六十过后是什么？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。然后你们看这里，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。我们要快要完了，现在九十呀，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看这里，小朋友们，这个是一百，一百是 100， 呀 ，100。等一下你们练习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写阿拉伯数字在这里 ，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然后到100, 100， 呀，这里可以写下来，所以你们会明白。然后你们要练习怎么样读这个一到一百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们数一数的时候会很简单。你们看阿拉伯数字也是可以用，可以用中文读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们会更厉害，好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已经学了怎么样数一数从一到一百。好，希望你们会很快会读，会说一到一百，会数一数一到一百，好吗？张老师先到这里，如果有问题可以问问张老师呀。好，小朋友们，张老师先结束一下，谢谢大家，小朋友们再见。